女生从聊天室也可以看悬赏类，是啊。哎呦，快点，谁要进来刷一下存在感？苹果，你确定你不要进来吗？哎呀，睡睡睡，酒吧酒吧，嗯哼，靠你凯瑞了。哎呀，你等一下，还蛮痛的。嗯，你参考一下。然后最近时装讲完了吗？所以是想要看一下雷龙奖的。可能会开始讲一些装备吧。先讲身上饭。应该会先把那个装讲一讲。等一下啊，看一下怎么装。这个好像还没讲。这家真的还没这个，然后再试一些小装，给你们看一下。雷之戒，哇！